是一个汽车大国，目前机动车保有量为2.93亿辆，数量还在以每年10%的速度递增。密集的车流不仅污染了我们的空气环境，还在快速消耗着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。汽车省油减少污染已经成为世界环保关注的焦点。这款来源于意大利的 Supertech 汽车节油器是一款拥有国际专利的高科技产品，可以有效节省油耗8%至16%，减少尾气排放80%。目前该产品已遍布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竟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？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。有如此神奇的作用，是采用了荷兰物理学家范德法法减弱分子间键可以增强燃烧的原理。节油器在工作时持续发射出弱化分子间键的远红外线电磁波，有效地减弱了分子间键，增大了反应面积，促使油量气化，合理改善了氧气与燃料的混合比，从而实现充分彻底燃烧。使用安全，能够在油箱内直接工作的节油器，它是不需要与发动机的电器、机械、油路等部件相连接，不改变发动机任何结构，不需要电源、动力提供支持，不需任何维护的节油器，且不释放任何有害物质。安装方便，只需一根特制钢丝将节油器固定在油泵或吸油管的外侧。这是两台汽车发动机安装节油器的实物对比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款汽车发动机是没有安装使用节油器的状态，缸体内布满了厚厚一层黑褐色的污垢。这款汽车发动机是安装节油器使用后的状态，缸体内明亮如镜，一尘不染。通过检测，节油减排效果特别明显，平均节油率在8%至17%之间，同时一氧化碳减少了90%左右，碳氢化合物减少了80%左右。在这家汽车修理厂的车间里，工人们每天都要为10多辆车安装这种被称为节油减排机动车辆 Supertech 节油器。我厂今年4至7月份先后安装了10台轿车、8台轻型货车、13台大型货车。安装节油器后，节油效果明显，由于燃烧充分，发动机燃烧时没有积碳，很多客户反映汽车门锁故障上满，噪音也小，柴油车的烟度减少了60%。还让部分尾气不合格的车辆达标了。自从引进了 Supertech 节油器后，我们原来冷清的汽修厂一下子火了起来。5月份我安了一个节油器，省油是12%到13%，车一来劲了，开的也轻巧了，而且以后这个环保也是达标了。因为安上这个东西以后，这个尾气合格没问题。今年我3月份安这个节油器，节油率能达到百分之。